就如那雅所说的因知未丧失，贺佩上帝。朱子说，上帝就是天的主宰。小雅上说，按形体而论，就叫做是天；按主宰而论，就叫做是宇。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，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，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，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。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，老母。